对方打拳，前手拳是这样，打后手拳也一样，比方打后手拳，看往这躲，对吧？你看，我往后躲，但是单纯的往后躲不好，你看，我单纯的往后躲是躲掉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再打他呢，还是慢了半拍，对吧？你看这个翻身往后躲，棒了。躲的同时就打，打脸也行，戳眼睛也行，用拳头打胸口也行。如果说对方势大力沉还特别猛，就追着非要揍你，你也可以这样子，比方说打前手拳，直接一把就搂过来，这个我又有点，你慢一点吧，你看，就往这冲，就绕到他身后了吗？对吧？用拳头打他腰眼子也行，打他后脑也行，扇他也行，叫搂他也行，就是用这个臂招，在这边，比方说他前手拳，你这样过来，我是习惯用臂招，因为刚好，就杀伤力大不说吧，还这动作非常顺，你不想伤他，你看打过来。不想上到哪也行啊，对不对？这都是翻身锤。